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明道近几年多在内地发展，戏约和商演接不完，感情生活却相当低调，自出道以来都没有公开承认过恋情。但在2016年12月17日，明道被拍到和一名女子在家附近公园散步，对方疑似就是女友，两人互动亲密，感情看来稳定又很甜蜜。据悉，当天晚上11点，明道穿着休闲服和女友在公园聊天，不时十指紧扣牵手，探手过程中都没有离开过女方身上，一下子搭肩膀，一下子又捏捏女友的脸颊，走到一半还停下来看星星，互动就像是老夫老妻般。女子看起来模样清秀，很符合过去他所形容的结婚对象类型，乖巧持家型女孩。最后他们走回他的住处，整晚没有再出门，似乎已经进展到同居状态。对于外界十分好奇36岁的明道有没有打算考虑终身大事，明道经纪人回应称，以明道年纪来说当然会想结婚，但是如果要也会顾虑很多。对于小两口的进展，经纪人解释他不是那种会偷偷结婚的人，最后表示二人就是朋友啦。